画面中可以看到，骑士没有两段式带转，直接左切遭到远景盯上，赶紧追上去。不过他不但拒检不停，还加速逃逸。警匪追逐了好一段距离，直到支援警力到场，男子急促又一个往前冲，自己自摔倒地，还是狼狈遭逮。随后他主动从口袋里掏出一托咪纸烟弹，来看一段现场画面。你先自己先，你自己先。身份证好不好？哦，烟弹对不对？烟弹哦。 原来是手里藏毒才会心虚逃逸。这名20岁罗姓男子今天凌晨2点多骑车上路，却违规被远景盯上，还一路逃。警方沿途搜索，还找到被他丢弃的电子烟主机一个，还有另一个一托咪纸烟弹，被带反锁，进一步侦办，要好好厘清手上的毒品来源。